本节目由皇家品质、皇家范儿的皇家美素佳儿独家冠名播出。杨，你带你俩小朋友去玩一玩去吧。噗噗，走，我们去吃饭。不看电视，哥哥跟你们说点事。噗噗到噗噗哪儿？Jackson，噗噗，噗噗，听哥哥说，哥哥现在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事要走。哥哥要走的时候会变成一个东西，然后留下来让你们保护哥哥，好不好？变成什么呀？这个哥哥一会儿会变成这个，你要把它藏起来，而且不能让别的小朋友碰，好不好？你现在要把它藏在哪里？你藏在哪儿？冰箱。你藏冰箱哪儿啊，宝贝儿？我在冰箱。但是你不能吃啊，放嘴里都不能放。那哥哥，那我一会儿尝吗？噗噗，那哥哥现在马上就要走了啊，你们要保护好那个酸奶啊。酸奶，好不好？应该不是这个酸奶，我们先出去。如果一会儿有酸奶出现，不能喝哈。大家记住啊，今天那个Kiss 哥哥，太多，这集特别好看，噗，我们终结了，这集特别好看，这集终结，哇。不，哎，等我一下，别走。记得哥哥跟你说的话。再看完一集再看好吗？最后一集。哎，婆婆，刚才我好像看到那个千玺哥哥那酸奶了，来看一看，我带你们去。你不许喝。是这个吗？啊，它变成这一瓶了是吧？你保护好吧。哥哥。哎，我看见酸奶了。在哪儿呢？不能喝。不能喝，千万不能喝。你们快去。酸奶是千玺哥哥。快守护他。哈利，过来，我来了，先喝酸奶。哈利，给你一个，哎，先喝酸奶，走了。先喝酸奶，千万不能喝。哈利，千玺哥哥，先喝酸奶。不是，婆婆你过来，我告诉你，都过来，上来。我也要喝。你等一下。哎，千玺哥，你还要喝？不是，婆婆，这个是千玺哥，我们都没动，放在这儿呢。我们喝的是那个。你怎么还不让我们喝酸奶？我们是喝没有千玺哥，对不对？那喝吧，喝完一起喝。酸奶，我有。你那不有吗？婆婆那儿不有吗？婆婆要是把那个藏冰箱里，我觉得。定的应该就是这一罐酸奶，他们不喝就赢了哈，其他酸奶他们喝没关系。哎，真好喝这酸奶啊，真甜，这酸奶真甜。你那有，不不那有，你喝一口。可是那是那是千玺哥哥，你要忍不住你就喝呗，那怎么办 ？Jackson 不会喝，因为我跟 Jackson 说的最多。真好喝这酸奶啊！不能喝呀，千玺。不能喝！哎，你干嘛抢人家酸奶啊？那个是千玺哥哥，这个不是。你真的不能喝。你给他藏起来。哎，哈利，你喝这个。找我们下楼，看到下楼了。我这样你。千玺哥哥，不要跟你说一句话，千玺哥哥。藏在里面。千玺哥哥。哟，怎么了？给你喝，来，给他，生气了，给他。
什么呀，妈妈？不过了，妈妈。啊，不是，杰克森，只有那里面有一瓶千玺哥哥，我们这些都不是。我不哭啊，拿来吧。啊，我不哭了啊。杰克森真好看，就这瓶。杰克森喝了吗？嗯。好喝吗？哎，千玺哥哥被谁喝了？哎呀！千玺哥哥，千玺哥哥，千玺。我进来吧，外面冷，来。太冷了，宝贝儿。瀑布，瀑布。杰克森喝了你。杰克森喝了我吗？那个是我吗？啦啦啦啦啦啦！对，我要去红红的瓜。杰克森，哥跟你说什么了？跟你说什么了？说啥？就是现在我有个问题啊，就是所有的酸奶都是我，还是就这一罐？就这一罐。就这一罐。好，那说我成功了。还怎么要一个酸奶？怎么你成功了？这是哪儿的？这是这个是我。哪个是你？这个是喝的是你？我偷偷藏起来了。是有。我们是喝没有这几个，对不对？你看哪里？哎呦，你的冰箱。瀑布从桌角那儿拿出来，然后偷偷藏冰箱了。哎，这个在喝的那罐是我在哈利树上抢过来一罐，放在。哇，哦，真是！他拿了两个，这个是。啊，他拿了哈利那个。对，所以这个还是。啊，对，瀑布玩了个反间计，他喝的那个是哈利的。瀑布很棒，偷偷特别棒。哎，这个现在还有吗？这个没有了，这个可以喝了。你要干嘛？不要。哥不会走的。下一个，下个羊肉出。